嗯，比那个细点儿，比现跟在小散尖似的。多少钱一根儿？这个3块钱的，还3块钱呢？这个关紧的，这是个好的，就拿一个吧。拿一片啊，我拿一个，然后哦，这是2块钱，我少吃了。2块钱，嗯，我寻思这么办这么贵呢，少吃了，没事没事。铁丝，铁丝那是最细的了。啊，这种，对，你这种我少卖点吗？4块钱一斤。啊？4块钱一斤，4块钱一斤。啊。要了那么多？要的都是。没有干嘛？砸啥东西？砸一点一点东西行，就这些东西，就这样这点就行了。然后，对，那个，拿过来。辣毛枪也有吧？啊？辣毛枪？有的。啊？有。有啊。多少钱？4毛钱。我感觉这肉平了，很轻。我哈死我了，砸死切。可以了啊，这是最起码的。这是切，是啊，铁。4块钱一斤。啊！够吧，你再抽点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够吧。嗯。这个可以。这多少钱？2块钱。2块钱。4块。扫码，这里扫码。你们下面还没开工吗？没有呢。你们哪里啊？西安。嗯，对，从西安过来的。项目部里头用。我自公司就行。我拿了，可以，对，好了。好了，给钱了，给了。到了阳县县城了，把多余的油要抽出来。那天不是漏油了吗？看看漏还剩多少，现在还往出漏呢。看地下全是漏的油，最后我让你漏，这个就不能漏了。转向怎么这么沉呢？不对吧？好像是没有助力了吧？又停路边看看。这回他妈废了，油全漏没了，一点油没有了，方向一点助力没有了，就是这壶不行了，壶不行。哎，钳子！对，那壶不行，它不能拍呀。你这是拍了不让漏的。我这不高，咱不抽出一些油了吗？啊！之前油多，油多的话，它怎么喷吧？有油往下压，知道吧？啊！油本身多，它往下压，它不会喷那么厉害。对呀。完咱抽到以后，啊，油少了，喷的就厉害了，直接就喷出去了。就拍出来了。而且说，哎，他这么说的，我觉得不合理。就活的水就必须密封好。对。压力，因为这有压力啊。对，啊，就它是换壶行了。哎，后面，啊，也就是不能有坑，因为它有压力。对，也对啊。对对，说有道理。去买去，又得花钱了。这
哎，你好。啊，对对，往那走了。啊，好的好的，嗯，再见。多亏了西安的李大叔，把这个汉中全顺服务站这个号码给我发过来了。距离我现在这个位置是24.7公里，33分钟就到了。先这么跑吧，方向虽然没有助力，但是跑起来一点就好了，走起来就好了。走起来还是有点助力，就停的时候没有助力。33分钟就到了，到哪儿还得有朋友啊。老话讲得好啊，朋友多了多条路。你先搁这等着我，我去换壶去，一会儿看看他插出来多少钱，挺顶的哈。我先去把壶换上。好换。哎呀，全是这个壶惹的祸呀！2013年产，3月28号。这哪是旅游啊？人家出来玩旅游，我这出来修车来了。坏了，彻底报废了，这种壶一点油都没有了。你问的是14万多，你问的那个是14万多。不会，但记者不大好看，那没有你这个好看了，已经前哪变了。对，不光变了，这个它也不是正正方方了，它有点斜度了。这一块有个就跟特顺叫什么，那个贵一些，20来万，那个是改善多。然后它现在正经的也可以站起来燃了，1.73米左右的人都能站起来。正经的，可不要正经。买的可以买正经的，因为它机顶的也不好看了，不是像你这种，买这种只能买老车了，没有新车了。买老车也行，有那什么，到我给你看。老车不是老车，你对，那是特顺的，不是全顺的，特顺。哪贵呀那些？那是高顶的，也没有特顺，没有平顶的好，这是。换下了。换人了。买了我朋友的油壶。换完了。换油壶。啊，这个盖子你留着吧，万一在那用了。你要它干啥？不要了，啥都不想要了。万一你那哥在。看着那我都闹心。是啊。嗯。哎。他就变成修车师傅了啊，这个车基本上很多地方他都会修了，自己改就行了。就这个破油壶，那你还得再买桶油吧，万一再不够。有油够了吗？油绝对够，这回还能坏吗哥呀？加油。幸亏我这车就跟感冒似的，就跟人感冒似的，家中常备必须。这是冷酸灵口服液。这什么呀？哎，等，自动排挡液。对呀，就这玩意儿。不是啊。哎呀，来吧。一样。来吧，哥，就它。发动起来看看啊。你得盖上盖儿。不用盖盖儿。不就喷吗？他得让它进点气儿，进点气儿，发动起来没事儿。助力了，这回很轻了。
下去了，有是吧？你看，那会我就看下去了。下去了，不容易啊。人家是出来旅游，我这是出来修车来了。那你现在修完了以后，那你新车也没必要换了呀，就这么开着不行了吗？对，换新车有什么意思呢？而且基本都会了，跟就这个也换成新的，那个也换成新的，就跟新车差不多了。啊，这不是，我拿光十字花那个弯儿，我怕这螺丝刀丢了，我这螺丝刀有，这不是十字花。不是，是不是的话？不是，就这么拧吧，就这几个螺丝，就这一个螺丝了。这回还漏吗？啊，这回还漏不漏了？还漏不漏了？一天小样的，臭不要脸。对呀、啊，非得花两个钱儿就好了，这车呀。哎，这感觉就对了，这感觉就对了。不响了呢，啥都正常了就。开始导航，即将右转，进入108国道。右转，进入108国道。还有距离成都还有540公里。